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Mac 的 Senior Artist Ruko。这个新闻其实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彩妆潮流，第一个叫做 No Makeup Makeup， 就是一个很自然着重在皮肤，但是你也不会缺少用一些 skincare 和 priming 的产品。而第二个就叫 Free Party， 你一听到就知道很开心的了，其实都是 build on 一个 perfect skin， 但重点会用一些很夸张的颜色，一是放在眼或者是唇部上面的。